不是一般的 T 恤料子，它是滑弹，所以呢 S 号、M 号、L 号、XL 号都可以穿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点维修身剪裁的，所以也不会让你觉得 oversize 哇胖胖的肚子大大的。今年的烫印都蛮厉害的，就是其实你闭着眼睛摸会有点摸不太出来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致，洗涤的时候也比较不会粘黏跟破裂。而且我身高161，它是完全可以直接当洋装，然后这边有个侧拉链可以拉开，如果你没有穿裤子的话，又可以多展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哦。它不是那种水泥灰，它是在深灰一点的铁灰色，所以整个非常有质感。给大家看一下强度，因为我是167嘛，它完美的遮住我的屁股，所以超个也完全不用去担心。它是有点那种牛油果的绿，很淡的抹茶绿。它的手袖是直接收手臂，瘦瘦瘦就对了，然后落肩，它是宽松舒适，可是它就是有一个收腰的剪裁。